Hello，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嗨，你们好，你们好。谢谢你们准时收看啊！还有，立正式开始。那啥？Thank you, 大眼雪，谢谢你们的分享。Hello，各位伙，各位伙伴，做保险做惯了，哎，表哥表姐们，下午好，好，下午好啊！我都很不乐了啊！哎，看看我今天煮什么来？刚睡醒的样子，你刚睡醒的样子是这样啊？我没有睡啊，今天没有睡，所以啊，我刚睡醒，不是你刚睡醒对？好，看一下，我要做的是，对，今天是 Monday Blue 啊，对，Monday Blue 啊，所以我今天穿件蓝色的了，这个是蓝色围裙啊。蓝乳呢？对，蓝乳啊，蓝乳炸盖叶，炸盖叶啊。之前有一套是蓝乳炸鸡，对，这是蓝乳炸。因为有人问，哎，可以再煮吗？对吗？啊、所以我说，我又不能煮炸鸡，我就把它变成炸盖叶啊。做不炸猪肉喂、啊？炸猪肉，炸猪肉做过了吗？做过，蓝乳炸猪肉。对，难不到你了。那也是、也是想吃的。老实说，这个蓝乳炸盖好食的，啊，炸得红红食啊。第二个我们要做我们要煮个辣子酱。辣子酱来蒸鱼，辣子酱。鸡种啊，其实蒸你未必要蒸鱼，你要煎鱼也是可以。好，来，今天我来蒸，因为鱼不错，新鲜嘛，来蒸。好，好。当然，第三道菜就是说，哎，橄榄，哇。哎，表弟，你的老花眼镜掉这嘞。哈哈，掉了，不然就好。嗯。哎，橄榄菜，啊，橄榄菜来炒嘛，肉碎啊。OK， 来，我们用橄榄菜来炒肉碎啊。肉碎。就配四季豆啊。四季豆啊。OK。好。All black can see, you rejoin again 啊 ，please rejoin 啊。啊，出去再进来啊。如果是整个黑黑的话，请出去再进来多一次啊。啊，来，现在我们叫做这里的是差不多一 kilo 二的盖叶，一 kilo 二，一 kilo 二，一点二，一点公斤啊。对，好，给了盖叶。来，我们就来放两粒蛋啊。OK， 这是腌制盖叶是不是啊？腌盖叶。怎么这次两粒蛋那么多呢？因为它一 kilo 二啊，一斤啊，一斤。一般像我们的斤两是一斤啊，就是600 gram 吗？600 gram 600 gram 一粒鸡蛋呢、啊？哎，你的一斤跟中国的一斤不一样啊？中国的一斤是500 gram 吗？OK， 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一斤是600 gram 吗？以前我去中国，他讲一斤，我说一斤这个这么少了，我说好像原来他们的一斤是500 gram 吗？我们马来西亚一斤600 gram 吗？好。所以我们放两个蛋啊，这个要腌制1.2 kg 的鸡翅膀，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半茶匙的。兔子好，可以煮干巴古爹吗？我可以叫他 request 啊。不错啊，干巴古爹我是想要吃的。一茶匙半，因为这个是半茶匙啊，一茶匙半。OK， 一茶匙半的糖。你那个是四分之一茶匙对吗？对，这个没有，那个是半茶匙。半茶匙啊 ，OK， 一茶匙半的那个糖。哎，一茶匙的胡椒粉，一茶匙的胡椒粉来。来，下午好，下午好，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谢谢你们。耶，帮我们分享哦，我好久好久没有，好久好久没有那个吗？剧情啊，剧情啦，有没有剧情啊 ？Yes。我刚才睡了觉啊，起来也是热热的感觉啊，又难得今天又星期一啊，蓝蓝的海天啊。大家好，大家好，谢谢你的分享。来。这个是、这个五香粉，一定要五香粉啊！ Bye bye 对，五香粉，好的，来五香粉啊！果香粉，香粉啊！来，多少？半茶匙，半茶匙的那个五香粉啊！表弟 love your new black T-shirt, beautiful，thank you 啊！Thank you 啊！来，我们要放料酒，料酒，一个汤匙的料酒。可以汤匙多一点点啊，你可以一个汤匙多一点不行吗？哎，我们的鸡精粉，鸡精粉一茶匙 ，one teaspoon 一茶匙的鸡精粉啊。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姜汁啊，蒜米，
但我是稍微是中稍微搅一下。可以的话，你准备姜汁啊，对啊，其实腌制过程是不错的。姜汁和蒜米汁啊，姜汁和蒜米一起啊，靠买一起的汁来的。对对对，就是一汤匙一汤匙啦啊。One tablespoon garlic and ginger。啊 ，ginger one 就是一个一汤匙一汤匙一样一汤匙。好，我现在我是常常去搅啊。好 ，OK， 来，那么我们就像不像鸳鸯？鸳鸯啊，鸳鸯啊，鸳鸯就是这个是姜哦。哇，OK， 我们现在放盐啊，放盐，盐不要放先，盐不要放先。为什么不放盐？没有，我要放那个蓝乳先。OK， 我们放蓝乳先啊，蓝鱼，你每次开不到的，要叫你老婆帮你吗？要。来，我们放蓝鱼啊，任何的蓝鱼都可以啊。说我们是海天的，它叫腐鱼啊，其实它是蓝鱼的 ，OK， 腐鱼，红红的 ，OK。我们一般叫的腐鱼啊是白色的，这个是蓝，我们这个是叫蓝鱼啊，蓝鲁啊，蓝鲁，蓝鲁，啊，海天的蓝鲁啊，为什么海天的叫很好味啊？我不明白，真的是很好味啊。海天的蓝鲁啊，一个，两个，两个啊，三个，三个，四个 ，OK， 来四个，我们放一点点它的蓝鲁汁的汁下去，蓝鲁汁啊，啊，就是半汤匙的汁。表弟好，我今天是土豆炒焖鸡，小孩最喜欢吃的，喜爱吃。哇，我们谢谢你的尝试啊，厉害厉害，给多一点 feedback 我们啊。来，我们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尝放一点那个香油。来，我们用手来搅拌一下。啊，麻油啊。我们来放芝麻油啊。啊，芝麻油可以减掉。OK， 来放一点芝麻油，放一茶匙的芝麻油，一茶匙的芝麻油。OK， 我们这个要给它，你最好是搅拌均匀啊。你如果鸡一起放下去啊，就不怎么均匀啊，你会吃到一点咸啊。这个腌，如果你的这里腌的好的话啊，你整个啊。这样的腌法，你可以腌猪肉、排骨、还有鸡，就是你可以这样煎。啊，什么都可以啦。啊，同样的。好。来，你掌握这个腌法，你就是很好味了。OK。那蓝卤要给它融掉它。我们要蓝卤啊，要融掉啊。OK， 搅拌均匀的时候，我们来放鸡翅膀啊。米奇，我不要放五香粉，可以吗？少了一点味道，可以了，这样少了一点味道咯。这样如果没有五香粉，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替代吗？嗯，哎，过咸了。不是啊，我是说，如果没有五香的话，差一点了。啊，你没有放五香会差一点啊。其实如果你这样子放下去的话哦，我四分之一茶匙啊。糖啊，盐 ，OK， 盐四分之一茶匙啊，你看是那个很够味道了啊。其实你如果你不喜欢五香味道，你可以放一点啊。其实不是很重啊，不要放这么重，不是很重啊。啊，需要加腐鱼吗？没有加腐鱼啊，我们是蓝卤啊，蓝卤四块的蓝卤啊。刚和你儿一起做完成杯子蛋糕，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叫我们俩毛病，毛病，跟这啊，亲情课啊，叫我们俩，记得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啦，啊、其实要了亲子关系了。请问表弟，腐鱼有红色的吗？没有，它不是蓝鱼来的，蓝鱼来，只不过它的称号叫腐鱼啊。嗯，表弟父子好，我下单量杯一套了，备款了，等回复啊。啊，你是新加坡的粉丝吗？量杯没有了哦。啊，你们要等。十二月，可以放十三香吗？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十三香，可以取代那个五香了，啊，多了八样的味道啊。OK， 好，可以震一下啊、哦，我们来震一下啊，来 ，at least 半个小时啊，有时间就一个小时以上啊。今天我要做的东西，第二道东西我们要做煮一个酱料哦。来，什么酱料哎？我只要蒸鱼啊。OK， 来，我们会蒸鱼，有一只红鱼呢，有一只红鱼 ，OK， 红鱼啊，啊 ，Red Snapper 啊 ，OK， 我们现在炒酱料，
I'm your loyalty fans. Good afternoon. Do you and family enjoy watching your cooking?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啊，谢谢你支持啊。Mickey Lim， 请问表弟的食谱几时出？今天才做好那封面呢。你要应该是在十二月头啊。十二月头啦。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十二月头啊。十二月。准备去印刷了，谢谢支持啊。它的quality很多啊，很厚一下来的纸，好啊，蛮大本一下的。我们这个是精装版，精装版。啊。哎，我们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要炒一个酱啊。什么酱？哎，我要炒那个我的秤呢？你要拿秤的没？啊，我第一次听到你讲要拿秤啊！我平时我都是跟阿嘎阿嘎这样，啊。不要这样来讲我。啊，给大家准备了秤。因为你的妹妹他们就是全部来秤，啊，变成爸爸也要秤。真正专业的是要用秤的，是吧？啊 ，OK， 我们关掉它。我们要称辣椒酱两百 gram， OK， 两百 gram 的辣椒酱啊，那辣椒两百 gram， 我都觉得称是最不准的，哇，这个不到两百 gram， 当然不到啦，你可以加。放啲重油哦，来，这重油吗？来，辣椒酱要两百 gram 吗？这里只有一百 gram， 对，其实这个酱煮多了哦。来，我们会 share 那个精粮啊。Recipe 啊，我们这个辣椒酱煮多了啊，我煮这个比较大份一点。Where do you buy the cooking book？ 表弟 cooking book 还没有出啊，出了我会跟大家宣布啊，谢谢。啊，拿去给嘉宾。它是红鱼的这条。嗯。来，我们再加。这个是辣椒酱啊。嗯。你这个是调红锅酱。没有，我们没有排条的面吗？凉。不够。量尺手柄有洞，让我穿起来吗？你的量叉子的是有洞的。啊，有洞的，你、啊、我就撑开来要买。你有的人是做啊。OK， 两百克嘛辣椒酱、啊。有的是洞啊，你们是这样量嘛？但是我是认为我，它是给你穿上来的，有些是要穿在一起的。有人喜欢穿在一起的。穿在一起就不会不见啊，容易找啊，不会乱啊。对，这里还有一点酱啊，我们就是。OK， 我们两百克的辣椒酱啊。啊，两百克的茄子。专业的是靠自己的舌头啊，是贴一下，这样我们不专业，我们就要来称。阿哥不是两百克嘛，怎么还在加呢？没有，另外那个茄子 ，OK， 茄子多少？也是两百克。OK， 总共要四百克吗？茄子两百克，辣椒酱两百克吗？两。来，我们再倒啊。刚刚已经是两百克嘛，我们再加茄子、啊。OK， 因为这里还没倒，这里有一点啊。啊、哦，还有一点啊，这里。有这么掺都掺不多水，这么。真的是，为什么掺水呢？等你，我掺到这里，掺点水了，太多水了，不要紧。OK， 来。OK， 茄子四百克，辣椒酱两百克。对，两百。两百啊。啊，两百。哎，茄子两百，辣椒 okay, 酱两百。这个海天的这个辣椒酱呢，它本身是带咸的，它是不适合来点的，但它适合来煮酱料的时候，因为它有咸味嘛。表弟，我是你香港的粉丝，怎样才可以拿到你的食谱？我们出的时候你可以 PM 我们啊。来马来西亚找我。没有油，我们可以进去香港任何国家都没问题啊，但是要看油费啊。油费太贵就不好啊。啊，油费太贵的话考虑不要啊。OK， 我们现在就做的东西。来，我们热锅啊。热锅炒酱啊。热锅炒酱啊。嗯。你这个是什么酱？没有讲啊喂。辣子酱没有、啊，这个是什么来的？辣椒来的，叫辣椒加三条香茅。等一下，你告诉大家怎么弄啊 ？OK， 那个辣椒啊，放油啊。对，那个辣椒是100g 的辣椒，红辣椒100g。100g 的红辣椒。100g 的红辣椒。OK。那个100g 的红辣椒，三条香茅，掺在搅，掺一点点水下去。OK， 三香茅三条啊，100g 的红辣椒掺下去来搅拌啊。OK， 用来 blend 啊。然后我们是200g 的那个 tomato sauce， 还有200g 的 chili sauce 啊。来，葱油籽100g， 100g 的葱油籽，来下去爆香。对，这个也是100g。100g 的蒜米，两个一起爆香啊。我们放油啊。你去问一下你的老婆买这个小棒是什么牌子，多少钱？谢谢，很重要，因为外面很多牌子啊，我买就不准啊。好像几十块爆了啊，什么牌子啊？等一下再 show 给你看啊。嗯。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多天没有看直播了，今天才有空啊！谢谢，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表弟用秤是为了让我们不会煮啊，煮的人方便拿捏啊。没事，什么都是阿干阿干，我都是阿干阿干。你请你只是出来煮三道菜请我们吃啊！我老外，我煮的东西来给吃哦。其实今天如果我煮完今天的三道菜啊，我在这238天里面，我煮了啊不重复的菜572。The cook book got delivered to Singapore, sure. 哎，我煮了672道菜。672。多少钱一本还不知道，还没有定价。好，我们就是爆香。蒜米和姜啊，姜末啊，我们在装姜末还是姜碎啊？姜这个属于姜碎，姜末会变成蒜米和姜碎啊，一起啊。Okay. 请问可以腌制个月吗？可以啊，怎么腌什么啊？鸡最好腌个月，鸡最好用个月、啊，最好是个月才香，才够入味啊。来，请问 chopping board 好用吗？有卖吗？ chopping board 我们这没有卖啊，我们 chopping board 你要去Samba Life 我们的 partner 啊，它轻便啊，它轻便啊。啊，它卫生哦，卫生啊，卫生轻便。不过你在那个白杠那边，你要切的时候小心哦，不要有水分，不能怕你们不习惯会滑掉。Mickey can tell where to buy hard product in PJ which shop? Okay,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to order online. 哎呀，这样子的话我没有 idea 呢，因为我们是 online 有吗？ Okay, 明天或者后天，他有直播的话，海天会直播卖他酱料，那个时候我就卸出来给大家了，你们可以 follow 一下。没有话，你就是 wait for 他做 live 哦，他做 live 的话，你就可以 take order。其实他做 live 的话就有便宜了啊。来，我们爆香啊！表弟辛苦你了，已经煮了这样多好谢谢好好吃的菜啊，谢谢你啊！我是你们的新加坡的粉丝，今天下单两套火锅和两杯啊，谢谢你的支持啊！谢谢。哎，那个火锅值得买哦，我告诉你值得买啊！你看我们的东西真是出去是口面都很好了。好。谢谢你的分享，感恩有你啊！哇，这个炒得很香哦。哎，这个道菜你要加点血哦，血了你酱你可以煮住放住，用紧的。怎么可以煮总酱呢？这个煮总酱了。哦，你这个是总酱来的。其实这个是可以两到三条鱼的成分。那么我现在煮了，下一趟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干烧辣，干烧那个。做那个什么？我听到你很辛苦啊！我在想到什么鱼？黑鲳，黑鲳啊！表弟好练呢，辛苦，辛苦的付出了。他好练只有两分钟罢了，接下来就变成不过我是休息了，我连续238天直播，你说是不是应该好练一下？你有本事你来一起238天，一起来煮，一起来煮300。哎，怎么没有啊？你是有人的吗？是啦，我现在我是可以好练嘛，238天。给他好练两分钟啦，两分钟好了，至少给我两分钟好练。表弟可以煮三八一干比例吗？三八一干比例什么？那个酱来的是。来，我们给他辣椒酱啊，记得辣椒酱，我们是有掺那个。香茅啊，然后这是辣椒酱和茄子啊。这个酱煮多了啊，这几条鱼的啊，刚才那个我刚才水分啊，刚才看到下去煮了。Hello, now is cooking what type sauce? Mixed chili and lemon grass. 哎，这个是煮什么酱？这个是辣子酱啊，辣子酱啊。Yaldi and Mickey, we are all your supporter. Please don't.Do not overprice your cookbook. Appreciate. 谢谢。米奇你好棒啊，一问问题你就会回说啊，谢谢。米奇你把三八赖打在下面好吗？我没有办法 key in 啊。PM 我们 ,PM 我们。你可以 PM 啊。OK, 我们现在放一汤匙啊。好。一汤匙的糖。One tablespoon sugar.来一汤匙的糖来。应该的，加油啊！这种酱是很好吃的。这个其实是总酱啊，如果我要挪摸的酱，你做不出来是？可以啊，你就大概咯。大概了。我觉得哦，你这样炒一份的话，他不会做了，他会做一个。可以的。一个很软的酱给你了。这是叫很软酱啊。
要当流涕。那么因为那个辣椒酱啊，海天的辣椒酱是比较带咸嘛，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试用它的味道。试下。如果你是有盐，如果是其他的，我们说可能本地的那些辣椒酱有带甜的那种辣椒酱呢，然后你就要放一点盐下去。好，我要试一下。啊，我们有机会尝试申请那个世界纪录啊！讲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啊。OK， 等我完成365天先，我去申请一张。Boss can order the work from you. Sure， 你可以跟表弟订锅，这个锅228块马币啊，你 PM 表弟就可以了。好。好。OK， 总这样就好了。阿米罗的文表来，我们可以用那个干辣椒吗？ Instead of fresh chili， 不要 dry chili，不要干辣椒，红辣椒。No suggest 啊，用 fresh chili 啊，新鲜的辣椒啊，红辣椒啊。第一，它颜色很美啊，你看颜色很美。OK， the color 啊。好，第二，红辣椒不会太辣。啊，红辣椒跟干辣椒比，干辣椒就比较辣一点。因为干辣椒很，你看分量很难吃，所以很啊。来，我刚进来，这酱要煮什么？这是辣子酱啊，我们在煮辣子酱啊。这个酱啊，其实这个酱啊，你就可以，这个酱你直接可以煮什么？螃蟹。对，螃蟹啊，海鲜类的都 OK 的。对。OK， 这个酱还可以适合煮什么？啊，螃蟹啊，可以煮嘛？辣子酱虾球啊，辣子鸡哦。辣子鸡不吃，不是这个酱啊。OK， 海鲜类的都是鱼啊、虾啊，还有螃蟹啊，都可以啊。都好不难讲完了哦。OK， 我过几天呢，我煮干烧啊，螃蟹干烧不是干烧辣子鱼，干烧辣子鱼啊。表弟今天是237天，38。Are you sure？ Sure， very sure。Because Mickey measure cup sent to Singapore， what is the price？ 110几啊？没有，好像不知道，我是有留给新加坡粉丝了。百出快报了，马币。我忘记多少钱了，我那时候刚有去 check 那个 price 先给人了，40块邮费啊，40块邮费加68块104啊，对，104块啊，可以用那个这个辣椒来煮辣子鸡吗？不可以，辣子鸡是炒用另外一种啊，用辣子鸡是用什么呢？用那个麻辣的啊，不是，辣子鸡是用那个花椒，不是，辣子鸡是用花椒啊，红辣椒、辣椒干炒的。不同的一个 ，OK， 辣子鸡是要用那个辣椒干啊，还有花椒来炒啊。不同的那个是不同的做法。可以用来烤鱼吗？啊，烤鱼可以。总之海鲜的东西。烤鱼可以。Welcome， 只要海鲜的东西都可以啊。烤鱼可以啊。网路不好，卡要下雨了。来，我这里没有问题啊。Every day got spicy food, nice。请问呢？怎样找食谱？你要很勤劳了，你要去那个照片啊，我们的本页啊。现在你在看这的这个。如果你有 Instagram 最好了。Instagram 幕僚栏呐。OK， 我们稍微看一下啊。OK， 来开声啊。里面这个。洗净一下。其实如果你要说，哎呀，要一炸了啊，煎了啊，才来做，然后你下去。You blogger posted how much 啊？10块钱，本地的10块钱呢、因为那个68块加十咯，就是78块啊。其实是没有，几乎没有，我们没有在，只剩下几个啊，没有货了啦。老实讲，你要等。我是留给新加坡粉丝的，我们没有货了，没有货了。本地的你要再等啊。有没有那个铁板面？蒸那个。OK， 我们的鱼是要来蒸的啊。What is the ingredient in the sauce？ 哇，你要看 repeat 嘞，你要看那个。OK， 我讲。OK， 蒜米，100g， 100g 的蒜米。葱头籽100g， 100g。香茅三条。辣椒100g， 红辣椒100g。红辣椒100g 吗？啊，红辣椒吗？茄子 ，ketchup。OK。啊，tomato 啊。啊。茄子是200g。OK。Chili sauce。Chili sauce 200g。OK。啊。汤匙，一汤匙的糖。糖 ，sugar， one tablespoon。对，那么如果不是用海天的一个辣椒酱呢，你就放少许的盐。OK。啊，海天的辣椒酱它有带咸吗？你刚才没有跟我讲有葱头籽啊。有啊。Steam虾 gut fish can。can。虾 gut fish 是什么鱼？石蛤鱼啊。石蛤鱼啊。
鱼有多重？鱼多少重？这个差不多900斤。这个用表弟用你的重量眼镜来望一下，看一下就多少 kg 了。900 gram。900 gram 吗？900 gram 吗？对对。表弟，这是什么鱼？这个叫红鱼啊。红鱼对。那个红鱼很容易看的啦，它下面有红色的就红鱼。所以如果你蒸鱼的话，你要你要放筷子啊。怕不容易烧，你就放个筷子。OK， 你知道为什么要放筷子吗？蒸汽跑进去吗？蒸汽跑进去，下面就熟了。或者你可以放几条葱也可以。啊，就去腥啊，放几条葱就是去腥啊。来，我们的鱼完全没有放任何东西啊，直接来蒸啊。你不放料酒吗？什么之类都不放啊？姜片也没有放啊？用辣椒淋下去就没事情了。OK， 表弟讲辣椒放下去就没有事情了，你吃不到腥味啊。今天表弟声音很有劲啊 ！Yes， 耶、yeah, ，该是终于完成60道作品的食谱吧？要表弟的签名啊！哇，签十啊，手酸了，几千本这。我看我签名就是签一本，全印在里面。OK， 来，我们现在是鱼什么都没有放，因为这个是重口味的鱼啊，所以就不用放啊。OK， 第二道菜我们做的是啊，我们做的是什么？炒一个菜啊。什么菜？我炒菜啊。甘蓝菜，甘蓝菜，妈咪姐帮我烹煮。甘蓝菜啊？甘蓝菜是不是这个？对啊，对对对，罐头的甘蓝菜啊。对。香港甘蓝菜，甘蓝菜这样多。广东话。甘蓝菜啊。甘蓝菜。甘蓝油啊，甘蓝菜。甘蓝油，甘蓝菜啊。OK， 香港甘蓝菜啊。OK。OK， 香港 olive vegetable 啊 ，OK， 这个很好吃，这个配粥。哈，你知道以前我在 agency 的时候哦，我常常早上啊，有时晚餐我煮给他们，或者是有时心血来潮，有时午餐我都煮的。哎，我跟你讲，我就是我煮的时候吃啊，就是拿粥来配吧。我煮的时候我就放橄榄菜啊，放在粥里面。哇，有橄榄油的香味。西北火燎啊，真的是。西北火燎。啊，要我送啊，又丢不下去。哎，表弟今天精神状态好啊。哎。不错，很好。平时都好啊，比平时好一点点。OK， 任何的橄榄菜都可以啊。来，请帮我们分享，谢谢，谢谢，来，谢谢。你知道啊，今天我以为鸭鸭公司有卖啊，去找没有啊。后来我想到某一间有啊，赶快跑去那边，真的给我找到包了两间。某一间是什么店？啊，时机成熟时候啊，书可以在你买到啊，通常都是在他的 Shopee 啊。他的 Shopee 有卖啊，来，锅没有盖啊，现在盖了，谢谢你提醒啊。滚了，盖下去，然后给我们水滚就盖啊，十分钟。表弟今天心情非常好啊，哎，我每天心情好啊，平时不怎么好啊，现在被抓到了。我每天的心情好啊，这锅零油啊。有什么鱼会比较适合煮酸菜鱼啊？酸菜鱼啊，其实海鱼很适合的。海鱼啊。比如说你提出几个海鱼哦、啊、那个哦像红枣鱼啊红鱼啊昂贵啊红鱼都是啊对石斑鱼啊都可以煮的黑鲳啊黑鲳都可以啊黑鲳啊黑鲳我煮过你们去找我的资料梅菜黑鲳鱼、啊、去找那个视频那个味道很好你跟着那个味道调就对了 OK 那个书还没有卖啊我们会宣布啊这有水分我们会给来我们热油啊我们是要拉油对吗拉油来给我们四季豆啊我们要拉油一下啊要拉油也可以啊要炸一下也可以就是炸一下记得啊保持干啊不能会碰到自己啊橄榄菜炒饭好吃啊啊对橄榄菜其实很香哦那橄榄味啊橄榄菜炒饭我在医院没胃口啊就是拿这个橄榄菜来配着吃啊其实整样都好吃整样好吃很香哦这个是好像我吃粥配腐鱼啊腐鱼啊我其实吃粥是为了腐鱼来吃粥的啦我可以一片啊可以吃一碗你知道我老子吃了 我那个时候用腐鱼去煮粥也是很好吃啊我煮 猪肉粥啊放腐鱼下去也是很好吃也是好吃啊因为今天是表弟的打铃生日啊所以很害啊、哦、表弟的打铃是明年生日啊、哦、厉害啊哇知道表弟的打铃几时生日啊、哦、明天才是啊昨天表弟 very fresh 啊啊 yeah, 每一天啊死板板不要这样子哎呦你看因为
啊 ，Miki， 影响我的心情，我就会影响到你心情啊。我的话已经很少了。来，表弟，你的师傅有送围巾吗？谢谢你。啊，围巾真的不公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啊，应该是没有放送围巾啊，可以考虑啊。表弟的食谱书新加坡有卖吗？有。The cookbook i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o. Yes， 双语啊，中文和英文啊。OK， 由这稍微拉一下，你要可以炸过火，你也可以炸到一个中等的量力。OK， 来。其实这个岛国是要炸了过火，比较好香，比较好吃。米奇橄榄，广东音是橄榄，橄榄，橄榄，橄榄啊，橄榄菜，橄榄菜，橄榄菜。哎、欸，念好了，不要念错音喂。所以我不想录这，我不想念这个。Lucky number 5757啊，喂，Lucy 要给字啊。来，我们不要买字啊，不买就是赢了，不买就是中了。来，我们就是简单的拉油。OK， 我们橄榄菜，我们当时要买干净一点。Today is Chinese Day， 十月初二。Yes， 昨天是初一啊。橄榄 ，OK。表弟有讲过，表嫂的生日是171啊，哇，然后你们这样关注啊，这夸张啊。光要讲下单，光啊，你可以去表弟的 Shopee。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直接 PM 表弟就好了。表弟 Shopee， 你打表弟好主意就找到了。华语的、啊、表弟好主意，来，我们蒜米爆香啊。其实你反正都要放猪肉片，为什么不要一起呢？嗯，要稍微 OK， 因为这个蒜米稍微有一点，先给它有香味先。先一下啦，对。今天的表弟的心情真的很特别啊，跟平时不一样，今天特别开心啊。来、啊，全部都是讲的，全部是你的问题。可能今天是我比较少一点匹配，不是，他累了，讲真的他是累了，煮每天对着火，哪有人整天对着火候啊，心情会好的呢？啊，试问一下自己啊，每一天下厨啊，哪里会好啊？脾气、啊，其实脾气好不好是看个人的，不是说你好不好、欸、这个有根据的、啊、我们讲那种啊，当然多多少少一定有火黑，我们讲风水的东西啊，对火火黑的一定有的，你对火多啊，你的脾气就臭一点了，对啊，但是我的脾气还 OK 啦，我是有脾气。 This is not French bean， This is long bean， also called snap bean， 蚕豆啊，这个叫不是，这个乌龟豆，乌龟豆啊。OK， 我们开始。得病啊！来看我们刚刚。米奇几时生日啊？我2月19啊。来，我们的橄榄菜一个汤匙，大汤匙啊。啊，就属于一个半汤匙。表弟是不是中马标啊？哈哈哈。也希望有中马标啊。我都没有买万字的中马标。来，一个大汤匙的橄榄菜放入进去啊。好，我们换一茶匙的啊。一茶匙的汤，一茶匙的汤啊。书要哪里买？书还没有出啊，书出来会告诉你啊。哎，胖胖好，谢谢你的支持啊。How much is the recipe book? No idea 啊，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多少钱啊。要等那个表弟的 banner 啊，设那个价钱，设立那价钱给他。OK， 一个汤匙的料酒啊。因为那本书呢，不是我们这里一个人出的，是跟这八弟一起出的书啊。表弟好像我的弟弟啊，表弟是所有人的弟弟。因为今天爱人呢、啊、做生日啊，所以心情好啊。明天还是他生日啊，明天。2020年啊，表弟最精彩的一年啊，谢谢。还好不是2月29号啊。跟心情有关啊。来，我们这是乌龟豆啊，238天，真不简单啊，只是想菜单就是问题了、啊、最后丢一点啊，对，想菜单啊，想到头爆啊，也叫四季豆啊。 OK，
半茶匙，半茶匙的鸡精粉啦。Happy birthday to Jason， 谢谢你了，提早了祝他生日啊。哪里买橄榄菜？Olive Vegetable Way Dubai。NSK 有卖。NSK 有卖啊，其实大型的巴基斯坦都有卖的，其实。7500人呢，谢谢你们的守候啊。谢谢啊。好 ，OK， 不要放水，慢慢炒，炒炒让它干湿。OK， 我们没有放水啊，慢慢炒到干湿就好啊。这道超级棒棒啊 ，This is column bean, no French bean 啊。这个叫长豆。没有，这个是乌龟豆，四季豆。四季豆啊，四季豆，乌龟豆啊。啊，四季豆。其实这个变东西啊，我不会分啊。你下次你拿两个菜给我看一下，我真的不会分啊。OK， 这个叫乌龟豆啊，豆豆饼。那个橄榄油啊，橄榄菜很香啊。表弟的晚上视频啊，到处都可以看到啊。看 YouTube 的时候啊，一不小心表弟的视频就出来了。我要感谢我勤劳的每一天在 post 啊。你是想想，如果365天过后啊，那边的影片至少400个啊。你把话深夜厨房啊，来四季豆加入什么？橄榄菜。橄榄菜啊。调理啊，就是姐姐，你要看我们要怎样放哦。可以叫银锅盖吗？橘盐鸡啊，盐鸡鸡还是盐橘盐鸡啊？橘盐鸡，银锅盖我们做过了，橘盐鸡没有做过啊，它是先橘在前面的，盐在中间啊。OK， 今天我们打算要做的是。这个鱼已经也好了了，我们要准备淋鱼。French bean 啊 ，no non bean 啊。表弟好事精神爽啊，谢谢赞美啊。谢谢。来，现在我们来做鱼的酱啊。OK， 这个是鱼的那个辣子酱啊。那鸡酱鱼的酱不用做了，鱼的酱不用做，为什么？这里稍稍就淋下去就可以了。哦。OK， 表弟的蒸鱼啊是一流了。如果你回到啊，我看20多年前啊，如果你回到以前啊，他开的时候说啊，每一座都有他的蒸鱼了。对，每一座啊，每一座一定有鱼了。有鱼阿三吗？也是阿三或者酱蒸，哇，他的鱼酱一流啊。我的阿三酱啊，我的酱蒸酱啊是很合。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阿桑酱啊！你问你做过？我听到那个四季豆加橄榄菜，橄榄菜，橄榄菜。有没有表弟 ？Wife rest one day， 我们生日照做啊！你有听过、啊？过年都要照做，我是在想，我现在在匹配啊，要准备过年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煮？橄榄菜可以炒翁菜吗？翁菜炒橄榄菜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来啊，可以的。深夜厨房也是365天吗？深夜厨房啊，就是跟着我们这节目跑，就是、啊、跑住一年就好了。鱼要蒸多久？10分钟应该是过了。10分钟都熟 了。我没有看，应该熟 了。你拿那个那个筷子来动一动啊。来，我们开了它。来，我们看鱼。昂鱼啊、嗯，动一动啊，熟吗？刚刚要熟，还没有熟，还不熟了啊，熟了啊。鱼有10分钟了，谢谢。怎么不熟啊？还不到啊？点解嘅？暂时啊，我们再滚一滚啊。都埋咧。OK， 我们不要讲十分钟了，你这样子剁就是好啊。十分钟未必准啊。啊，告诉你啊，十分钟。后面那个有。不要太有自信啊，那鱼跟你半不熟啊。不，10分钟就准了，因为怕它冰，它可能。冰还有一点点的冷啊 ，OK， 这样子。原因是它是血肠腌的，所以拿出来啊，它是跟你半熟啊。对，好，所以我们来处理鸡先啊。其实这个是水分比较多了的，因为鸡肉刚才有水分比较多了的。橄榄菜炒饭啊？对，橄榄菜炒饭好吃啊。来，我们就是鸡啊，我们放木薯粉。对对。水分多的话，你木薯粉就放多咯。对，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多的水分。OK， 我们去掉一点水啊。你如果是猪肉的话 ，OK 了。表弟，谢谢你，阿三酱很好吃啊，煮了3次啊。来两个汤匙，3个汤匙啊，4个汤匙啊，来4个汤匙的木薯粉啊。表弟的
酱蒸鱼酱啊，真的很好吃啊！我上个两次吃，酱蒸鱼酱真的好吃，真的是好吃。我这个是什么鱼？这是红鱼啊！来，我们放 custard powder 蛋黄粉啊，嗯，两汤匙，两个汤匙的蛋黄粉。OK。其实啊，如果你有打算做生意的话，你可以尝试用它的那个鱼的酱啊来煮啊。你们可以做炸饭店了咯，我600多道菜那边。开炸饭店，油那个油炸了两次嘛，第四次就不可以用来炒菜了。我们通常是2次到3次啊。我们看你油怎样，如果这样做了，如果还是很轻的话，你炸4次都可以了。你明天就看不到这个油了。如果那油太黑的话，我们是去掉了。我还可以加多，你看，有些水分多啊，我要加多一个。OK， 来，我们总共5个汤匙的木薯粉啊，因为水分太多了。好，表嫂生日快乐，谢谢你赞美啊。谢谢你祝福，赞美和祝福。乌龟豆皮啊，比较光滑，长豆就粗糙一点啊。对，长豆比较潮。这样那个不是潮啊。OK， 谢谢你教会我， okay. 因为我每次问表弟也是答不到我，讲粉的，一个扁的，一个是圆的。What is the Assam place can please recommend? Thanks.你要看回我们的阿三酱嘞之前的影片啊，建议你去 YouTube 找啊，表弟好主意啊，里面一大堆他的影片啊。来，我们的蒸鱼，筷子放垫底啊，主要是要让它的蒸汽进入它下面啊。这很腥啊 ，OK。我们要去掉它的鱼的腥味啊，淋一下烧水啊，过水先，然后这个蒸出来的那个字啊是不要的啊。米奇送什么给表嫂？他已经送了吗？我送了，送他一个吻呢、啊。来，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感恩啊。Where you throw the oil away？ 会有人来收购啊，那个 oil 啊。有人才对。我们有留下来。我们是放在一个拱里面啊。那个叫什么拱啊？油拱啊！啊，油的拱啊，然后是会给人家收购啊，有钱赚的。鸡翅放什么去腌？我们放南乳啊。OK， 现在我们做的东西是这个好了嘞，因为我们这个才是烧烧的嘛。啊，对，烧烧嘞。烧哎，你看，淋下去就火了。辣鸡，来放多点，我喜欢吃多点酱啊。会辣嘛？辣太辣我不要啊。哇，红辣椒的味道啊。香的味道。你们煮不完，这个没有吃完哦，你们可以留住，下一回煮。表弟，我的表弟嫂，明天生日可以唱生日歌，可以啊，明天来唱啊。啊，来啊！说这么像手酱啊？要不要多来淋再淋多一下？我也是跟他讲很手酱啊。啊、这鱼真的刚刚熟啊，就所以它的 QQ 啊，这个酱一流啊！表嫂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祝福，谢谢大家祝福、啊，感恩。来，我们要炸那个开饭店啊，店名叫表弟经济饭店啊。哎呦，我看到有人借给我，不然我们那里啊，这不重要，有一张店，他放表弟啊。啊，卖什么？卖面什么？卖表弟啊，表弟鸡饭啊，什么？也是好啊，好听啊。有个朋友献给我哎，你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称号也是叫表弟嘞，你不止你嘞？是啦，你们只有你一个人注册用这个名字啊？我没有注册。来，我们的炸鸡翅啊，做我们鸡翅一块一块放啊。辣子鸡、辣子酱还可以煮什么？总是海鲜类了，你可以煮虾、铁锅啊，铁锅可以啊。啊，鱼啊，螃蟹啊，都可以啊。这个一定好味啊！我们有时间给它腌制啊，味道就不错啊。如果你真的是不够时间给它腌的话，它味道真是差一点的。够不？够没够啊？你看啊，他每次啊，都要炸完了，不懂为什么。表弟送什么礼物给表嫂？表弟每次没有送礼物。给我一个吻，可以。找男人要不要找到这样子啊？一点浪漫都没有啊！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惊喜过、啊。
有给过我们惊喜过？你看我妈妈马上洗碗碟，你看有给过惊喜吗？背后的女人，你看背后的女人。OK， 小心啊！这个油机热的话，我们不用太给它那个，因为不要给它太热啊。因为那个炸鸡是要热油了，但是你要小心，一转下去的时候，它颜色很快上啊。对，因为你有放那个蛋黄粉的关系啊。蛋黄粉还有那红这个。因为你放蛋黄粉啊，它其实是金黄色了。为什么它会带一点红呢？因为我们放了那个。所以你看我放小火了，给它蒸一蒸先。我们放狼卤啊。啊，给它蒸一蒸先。太肉嘛。好。给它蒸一蒸，然后就逼它出来啊！蒸一蒸，逼它的油出来啊！等一下开大火啊！等一下开大火。蒸到熟的时候，讲到它蒸到熟，我不明白。我鸡差不多熟，我知道了，因为蒸一个差不多，这样鸡啊炸一个给表弟给表嫂一个吻，炸到5到7分钟它就熟了，因为5到7分钟啊，因为这个鸡翅膀很小个啊。表嫂，哎，表弟 give Mrs. Slim iPhone， 是哦，你妈妈的 iPhone 第七代啊，很久了。我妈妈不会用电话，不是你老婆。那一天听说有一个男孩子去买一个 iPhone 回去，女朋友要跟他分手。啊，买 iPhone 跟他女朋友分手，为什么？女朋友要跟他分手。为什么？因为没有钱，还去花钱去买 iPhone。哦，真的、啊，男人买给你了，女方。他买给自己用。哦，这个买给我用就没问题。这个应该是要分了。哇，今天确诊1103宗啊 ！Oh my god 啦，又跳回4位数啊！表弟之中，阿哥不懂浪漫啊！You are right 啊，唱对了啊！阿哥师傅来，什么都阿哥，煮菜也阿哥，是吧？做人阿嘎阿嘎就好啊！做人阿嘎阿嘎，无忧无虑、啊。所谓的阿嘎阿嘎，就是说做人要有分寸啊，不要 over 过头。这样都有的转回来这里，厉害了。OK， 我们现在可以开大火了啊！来，开大火来！开大火，给它热了。来，你去可以看一下橄榄油吗？当然可以啊，给大家看。橄榄菜啊，说的橄榄油。哎，那个量那个模型呢，可以给我一下吗？OK， 你拍照一下，我们是奉圣啊。这是香港橄榄菜啊 ，OK。好，表弟给我一个吻，虽然甜蜜啊，但是太便宜了。便宜的东西是不能以价钱去衡量啊。来，这个我们牌子啊，该我们是用这个秤啊，你们可以拍照啊。我没有看到有牌子的这个，还真没写牌子哎，几十块的东西罢了。很便宜的，这个凉的东西，你随便买都可以。上他没有写牌子哎。OK， 很便宜的东西了。老公没有给妈妈惊喜也没关系啊，儿子给妈妈惊喜啊。哦。其实妈妈不止一个孩子的，还有4个那么多，啊。有的那天送了一个椅子啊。我送了一个送了一个椅子，那个椅子很好坐一下，就好像坐的是比较多的，好像是我。啊 ，cousin should buy this flower 啊。其实你可以捞上来炸多一轮的，但是我认为不需要，因为它还是很热在这里了，因为鸡已经熟了了。好，所以我们开大火呢？开大火了。好，开大火啊，避出体内的油啊。How to know the fried chicken is cooked? How to know? Five to seven minutes 啊。Five to seven minutes。5到7分啊，看你的大块和小块，还要看它的那个皮啊，油够热在那里，大块或者小块。对，那么颜色那个，因为其实它已经熟了，我就要炸它脆，因为这个鸡翅膀很小个吗？很小个鸡翅膀吗？明天是妈妈生日啊，善后喜，叫米奇喜啊。他们的礼物是不可以说给你们。是啊，你知我知，好啊，表嫂生日快乐啊，幸福安康啊，谢谢。OK， 我们几乎就可以了呢，油差不多很热了哦。哎，你要拿上来吗？我准时汗了嘞。没有好啊，那个油是在这了。
李琦真厉害啊，送一份大礼啊，全家都可以坐啊。你知道什么吗？啊，椅子啊，我也想坐是。我送一个椅子给我妈妈。The best is Ambao。有，我送一只表给我妈妈。你去送一个蛮大的礼。嗯。Pork chicken with chopstick, if go to mean pork bell， 就是说你用那个筷子来剁一下那个鸡啊，如果穿过的话，就是已经煮熟了。我一般上我炸鸡都是阿嘎阿嘎。他炸鸡阿嘎阿嘎的，其实你问他，他是看。我们是 experience 的，我们啊这些不是很会煮啊，如果真的不是很会煮啊，我们照筷子啊再动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放那个包菜在下面垫底耶。我们哦，你要炒哦，我很少哦，你没有炒热哦，这搞点吧，好热，对，好的，放一点葱花什么之类啊，那你要这干的植物，你放那个番茄啊，放那个哎，快点出来，很热，太热了。谢谢祝福，谢谢祝福啊！哇，好凉啊，来到这里。谢谢留守啊，谢谢留守啊，谢谢各位的祝福，感恩有你们啊！谢谢。来，我们来看一下。哎，我们的橄榄肉碎啊，橄榄肉碎。橄榄菜你喜欢吃的话，啊、这个肯定要试一下。对，然如果你想要吃个够味一点，你橄榄菜可以放多一点。很多粉丝啊，讲的。橄榄菜来炒炒饭一流啊！你下次这是真的，橄榄菜炒饭一流的。OK， 橄榄菜来包啊，好像我们包粥啊、鸭脖粥啊、猪肉粥啊、一片粥啊，你放一点橄榄菜下去，哇，一流。好，啊、来这个好，这个一定要学哦。哎呦，这个好吃哦、啊！这个一定要学啊，有腩鱼啊，对，腩鱼味啊，加很美啊。表弟炸鸡一流了、啊，我告诉你，表弟炸鸡真的一流了。哎，这个你要做啊，他的、这个、对，他的王牌了。你学会王牌可以开档好了，等着呢。OK， 这是辣鸡啊，这个酱也可以来炒。对，你拿那酱来炒了，辣子、螃蟹都可以了。螃蟹啊，辣鸡、放一点小螃蟹，放点水下去焖一下。啊，那么啊，淋打一点芡，淋一个鸡蛋下去，辣椒炒小螃蟹，也是可以这样做啊。嗯，哎啊，嗯，很开心，今天我们完成了三道菜啊。那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煮了238天，嗯，238天里面我们有672道菜没有重复，嗯，这不包括深夜厨房，那么如果办准时见，拜。